莫哥怎么样了？现在不好说，受了腿伤，又中了蛇毒，加上疲惫受惊吓。不是说蛇毒没有问题了吗？是不至于要他的命，但是解蛇毒还要让他退烧的药不能同时吃，所以先要把蛇毒解了是吗？是，如果他的烧能退下去，就没有大碍了。皇甫这个畜生，他简直想要了武生的命。他是为了我才被蛇咬的。为了你？看来武生真的是想为你做点事儿。他知道错了，他后悔了，那么傻，他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皇甫的命，就想替你一家人报仇。我都知道了。哥，床上的才是你哥。不，你也是我哥，你们两个都是我哥。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啊！不，你让我跪着。哥，连生错了，连生真的错了。不过我经过了这么多事情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刁蛮任性的连生了。和武生一样，我也很想为你做一些事情，来弥补我们以前对你犯下的错误。哥，哥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很想为你做一些事情来弥补我自己，我真的很想为你做些事儿。我求你原谅我，行吗？我不要你们做什么。哥，对不起，我以前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一见到你就那么的喜欢你，是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，我才想和你在一起的。哥，哥，你原谅我行吗？这天底下没有再比亲人憎恨自己亲人更让人痛苦的事情了。哥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做你妹妹行吗？我早就不恨你了。真的？你没哄我吧？仇恨有什么用？失去的已经失去了，再也挽不回来。放下你的负担，忘记过去吧。谢谢。醒了，烧退了。
爹，你快来看，哥醒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大娘，我去告诉大娘，我这就去告诉他们。 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哎呀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醒了！太好了，武生醒了！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谢谢您帮我的孩子。 让武生能够醒过来，这些孩子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，请菩萨保佑，保佑我们一家人以后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，求菩萨保佑。 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是被冤枉的！来人，哎哎哎，喊什么喊什么？杀了你的狗眼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在京城有人，有人，叫你们局长来。哎，今儿个是我们姨奶奶过生日，局长忙着呢，啊，那让他明天来，明天必须来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你就是找谁来也没用了，啊。 这事儿啊，督军都出面了。再说了，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杀人偿命，你就好好再吃两顿，等着上断头台吧。回来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哎，你们不就是要钱吗？我有的是钱，给你们。回来，回来。 我的孩子，这是天意，你都知道了。
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如果告诉你，你就会伤害另外一个女人。普尔是个好姑娘，她对我们有恩。就不能考虑你自己一次？你说你不想伤害普儿，你想过我吗？你知道我们失去的是什么？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都要自己承受？如果你告诉我，如果你早点告诉我，我可以。你可以什么？你忘了，我去过你家找你。那个时候你答应要去普尔小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之所以答应和普尔的婚事，是因为我听说你怀了武生的孩子。天意啊，谢谢。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回不到从前。物是人非，我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周静心，你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关后婆。后婆，别再来找我。自从你走后，我和你娘，我和大奶奶一直挂记你。我们找了很多地方，问了很多人，可都一无所获。找我干什么？还想害我吗？我知道，我们以前对你做那些事情，你永远都无法忘记，请你原谅我们。我们没有资格做你爹娘，甚至没有资格做你的亲人。啊，我们落到这一步，是我们的报应。我去自首过，是心儿宽宏大量，饶了我们。
们已经商量过了，等武生好起来以后我们就走。你们要走，离开这里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生活。要走，那该走的人也是我。不，你不能走。皇府霸占了我们家的财产，警局说查清以后会还一部分给我们。奴家是你的，你不能走啊！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什么龙家。那孩子呢？你不能一走了之，该走的是我们俩。不行，你们两个不能走，我才是非走不可。我可不想背上撵你们的罪名，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。怎么样？没事。这边。没事。伤口已经基本上没事了，没有伤到骨头，算是你的万幸。待会儿再帮你上点药。老婆。来，坐会儿。坐。怎么了？我知道我的医术比不过你，其实我一直什么都比不过你。我想说的是，想说什么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试一试。我记得我看医书上面说过，说针灸疗法对你的眼睛会有帮助，会有好处的。啊，当然，我并不是一个好大夫，我也从来没有治过像你这样的症状，所以，兴许我也并没有什么把握。你急什么？其实，我是真的很想为你做点事情。我知道我自己很不自量力，没有关系的，就当我没有说过吧。看你今天好像好多了，如果你觉得你还能走路的话，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做的。什么事？督军大人，督军大人，龙武生特意来感谢督军大人大恩大德。龙武生，你忘了我们两家之间的过节了吗？我督军不是个是非不分的人，当年你摔了我的玉白菜，可是你能据实向我说明，虽然我心中生气，但我还是赞赏你，你是很有勇气的，贪图我督军权势财富要想攀亲的年轻人太多了，唯独只有你。后来我听说你是为了家里的那个丫鬟，难得有情有义啊，这次也许是老天爷让我来帮你吧。再说
我也拗不过我那宝贝女儿啊，玉珠小姐。嗯，玉珠是真心的喜欢你，我能看得出来。这世上的事啊，就是这样，越是得不到的，越是难以忘怀。都是我那宝贝女儿缠着我。 我才帮你的。这一次如果不是督军出手的话，恐怕我早就已经死了。还有官家一家四口的冤案，也会石沉大海。你要谢的还有一个人，在警局撤了对你的诉状，是他。 人一辈子难免会做错事，督军我也一样。做了坏事，补救不难，难的是受伤的那个人对你的宽恕。 你为什么要撤掉对我的诉状？你不是说过救活我是为了让我赎罪吗？杀了我一家人的不是你。可毕竟定不定你的罪，也不是我说了算。警察局长说了，你是自首，又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那几个证人。如果治了你的罪， 恐怕以后就没人敢自首了，所以才暗示我要我撤状。谢谢你，你是为了静心才拒绝了督军的婚事。静心告诉我， 说我们那夜逃走的时候，是你开的门。不是，陆无声，你那么喜欢静心，那你为什么要放他跟我走？我留住他的人能怎么样？ 留不住他的心，他留在我身边，心里想的是你，爱的是你。我只有在他走投无路、无依无靠的时候，才能得到和他相处的机会。对于他来说，我什么都不算。 不是的，我看到过他看你的眼神，就在你病的时候。从那时候起， 我就知道静心对你是有感情的，那只是他对一个病人的关心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也许我该把它还给你了。它不是一件东西，可以还来还去的，请你对静心尊重一点。 可我每天别再说了，我们之间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啊，好像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。你别忘了，她现在与我无关，她是你的妻子。
是你明媒正娶，败了唐的妻子。 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怎么会呢？这次的事，我还没有好好的谢谢玉珠小姐呢。陆无声，要是再能够回到往日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愿意娶我吗？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恕我不能报答小姐的美意。我欣赏你的坚持，你要是改口了，我反倒会看不起你。只是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见见你那位心上人，到底是何等的仙女，能把我这个都金家的小姐比下去？并不是什么仙女。 只是他先走进了我的生活，就像你一样。我有一日，我背着阿玛女扮男装出来玩，到红星楼吃饭。上台阶的时候没有站稳，你扶了我一把。那天。 你穿了一身洋装，停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兄弟，小心点儿。谢谢。再见。哎，少爷，请。 早就忘了，我却忘不了。也许这就是缘分吧。你有你的坚持，我也有我的。跟你告了别，我就要走了。走。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守在家里，我就要去广州了。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又要改朝换代了。 陆无声，再见，好好的活着，别让我看不起。景欣。 这几天你都累坏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不累，锦心啊，你信命吗？你不信吗？我信啊，但是听天命，还要尽人事啊，自己的幸福还要靠自己去争取。 乖乖，乖。
静心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？别跟我装傻了。我说我两个哥哥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这儿没有外人，你跟我交个底儿。如果你还想跟后补在一起，无声那儿，云生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你跟后补才是天生的一对儿。当初确实是因为我们耽误了你们，也许这就是命吧，得让你跟后补遭过这一劫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是无声的妻子。可是这孩子是后补的，那要怎样？已经都过去了，回不去了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唉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。静心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我刚刚跟静心谈过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他跟后普已经是以前的事儿了，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他们回不到过去了。后普他也这么跟我说。哥，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。你想跟我说他们两个是天生一对，是吗？连生，你有没有想过我还有什么？以前每个人都会羡慕我，龙家大少爷，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可是你应该知道，其实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就连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。静心他是我精神上唯一的寄托。如果没有了他，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我活下去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还有我呀，你还有大娘，还有我爹呀，还有星儿阿姨呀。你爹是后普的亲爹，你的大娘是后普的亲娘，你是后普的亲妹妹。不，你是我哥。哥，你永远都是我哥。不管我们身体里流的是不是一样的血，你永远都是我哥。难道我们十几年的兄妹情谊就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就没有了吗？哥，
你要是因为没有血缘关系，就不要我这个妹妹，就想甩下我，那我可不答应。你是我哥，永远都是。我也是你妹妹，啊。黄甫俊杰，有人看你来了。连生，我来看看你，念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面上，我想问问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吗？啊，连生，我求求你，让你哥把状子撤了吧。哎，我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你们，那件事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说这些事情不是你干的？连生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，连生！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你害得我们全家家破人亡，又杀死了关厚朴一家几口人，都是为了我。我真的是为了你，我就是想证明我是爱你的。我发誓，从小到大，你怎么骂我，怎么侮辱我，我心里从来就没有记恨过你，连生。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，就是能把你娶到，好好的跟你过日子。也许这就是孽缘吧。我对你做了很多错事，所以你让我饱尝痛苦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我不想再让我以后的生活中充满仇恨，我原谅我自己，也原谅了你。黄甫俊杰，我希望你来世做一个好人，一个真正有用的人。一路走好。连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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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生。